你忘是我叫唔对啦，叫老婆我绝对袂原谅你。老三，既然是有你的前女友，这是恁在讲我头先的时阵想，看起来恁两个感情，唔那是一般的普通朋友，你甲小轩到底是甚物关系？洪有亮，你根本无要向我摊牌意思，既然你阁要继续，那恁你就卖乖。 我无希望你甲代志放掉，家己的心肝内，一个人承担，安尼我唔甘。大错大错大错！你只是表面上安尼叫啦，啊，不过你心肝内就是要叫Angela，我不过是甲大兄共款，有看你怎样精神，不是继续安尼欺骗的。讲起来哦，就是你想讲要紧有量啊，唔知哦患得患失，啊一点点啊风吹草动，你就只烦恼惊吓。这个敢不是有量的前女友 Angela？ 有亮跟Angela不是第一个外交哦，妈那是谁？你较早哦是有亮的助理啦，啊结婚了哦，就离开啊，这久无看，差一点仔你袂出来呢。有亮的助理？嘿啊，希望是我叫唔对啦，叫老婆我绝对袂原谅你。老三，既然是有亮的前女友，这是你伫咧讲我读书的时阵想，看起来恁两个感情。 嗯，那是一般的普通朋友，你甲小轩到底是甚物关系？洪有亮，你根本无要向我摊牌意思，既然你阁要继续，那恁你就卖乖。我无希望你甲代志放掉家己的心肝内，一个人承担，安尼我唔甘。大错大错大错！你只是表面上安尼叫啦，啊不过你心肝内就是要叫Angela，我不过是甲大兄共款，有看你怎样精神，不是继续安尼。 你各位母语几句话呀，小浩龙是谁呢？那是有几句话是骗话的。我是绝对不可能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